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婉婷。今天呢，老板带我来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吃 buffet。 他说这里除了有很多好吃的食物，还可以看到孔雀。是真的吗？这个地方就叫 The Three Peacocks。 走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这里真大，氛围感十足，你才刚走进来就可以立刻看得到食物了。这里有一些开胃菜，然后也有饭、面和一些已经煮好的食物可以选，你可以从这里开始吃。我们再往里面走，就到生肉区。在这里，你可以选你待会要烤的肉。这里是海鲜区，可以找到新鲜的海鲜。这才刚开始，我们再转过来就到另外一区。他们也有几个 live cooking station， 他会现做现煮。这个区是给喜欢吃西式的朋友，有不同口味的 mini tacos 和 pasta 可以选，也有 teppanyaki 哦。哎，还没完，你看这里还有很多种酱可以拿来配你的食物吃。不要忘了他们的炸物区。最后，这个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区，它会帮你烤 scallops， 配上满满的 cheese， 还有烤鸡。哇，我真的等不及了，赶快去吃吧！我要开动了。这家的烤肉真的很好吃，你看老板吃得多爽。哇，他们的肉很厚又多汁，这里的食物也真的种类繁多，有 sushi、pizza、taco、pasta、scallop、串烧。你看我拿了这么多，吃个够本后，我终于吃饱了，真不错，这个 buffet 真的不错，地方好看，然后有这么多选择，说都说不完。但是来这边一定要吃探他们的烤肉。你们一定要来 The Three Peacocks 试试看，不知道下次老板会带我去哪里吃呢？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